a second round of domestic double defeats.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本场比赛运动员全部为中国选手。 The following are the referees and players of this session. This match's players are all Chinese. 一号台裁判员魏思，记录裁判员卢冰霞，运动员冯泽源，运动员赵延浩，二号台裁判员张毅，记录裁判员赵文静。 运动员沈申毅，运动员裴华夏，三号台裁判员于美子，记录裁判员杜月，运动员曾毅伟，运动员雷毅伟。 运动员苏尼日，四号台裁判员温龙，记录裁判员何秀红，运动员严建博，运动员邱炮谋，五号台裁判员范文涛，记录裁判员王翘。 运动员单宏宇，运动员史天琪，六号台裁判员江杰琴，记录裁判员陈威，运动员管振，运动员张太义，七号台。 裁判员刘宇，记录裁判员宋静怡，运动员王晓倩，运动员何文冲，八号台裁判员张娜，记录裁判员徐锦言，运动员阿布拉江。 运动员耿明奇，九号台裁判员刘凯，记录裁判员傅一冉，运动员金恩瑞，运动员龚海峰，十号台裁判员温馨，记录裁判员王锦一。 运动员孔维利，运动员刘洋，十一号台裁判员张毅，记录裁判员杨俊奇，运动员李克，运动员雷伟民，十二号台。 裁判员玉林，记录裁判员李勇，运动员樊朗彤，运动员陈哲，十三号台裁判员刘法恒，记录裁判员杨粉，运动员陈强。 运动员周龙，十四号台裁判员马立东，记录裁判员周玉杰，运动员张汉轩，运动员孟凡宇，TV 二号台裁判员龙飞，记录裁判员刘红旭、李亚帆。 运动员贾浩辰，运动员戴勇 ，TV 一号台
裁判员张月秋，记录裁判员冯雅琪、宋明明。运动员朝鲁门。运动员王信仲。现在比赛正式开始。朝鲁门你好，王信仲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朝鲁门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收看秦皇岛银行乔氏杯第十一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大家好，我是张庆勇。这场 TV 台的直播是由国内的球员朝鲁门对阵王信仲。因为王信仲的年龄是不满十四周岁，所以说要比赛开始受让后一，朝鲁门开球。依旧还是150分钟，抢13。首先朝鲁门开球，看左上上方过线进球，一球可以盯两球次。看一下选球阶段，中袋没有打进，看白球位置啊，两边各一颗单色球。而且呢，王信仲是受让后一，所以这里边来看一下，右边中袋上方的二号呢是可以不用去处理的。啊，首先六号黑八这边看看有没有想法，有 K 一下过来，好，后面八号中袋也比较好打。这杆先来看看右边的袋口，下方底袋感觉这边还是有点挡，来看看其他球。对，中袋一颗。向上继续轻轻一 K， 因为是左手球员，所以说这杆黄一推到右边，从边库下方向上打二啊，也是左手没问题的，刚好是一个顺手位。因为角度稍稍的有点大，这杆就来看看这个位置。直接低杆不好走的话，可以稍稍的带一点中杆的左塞，左上方蹬两库啊，没问题的。还是轻轻一点，角度稍稍有些大。那么这杆四号向下，往右边叫两颗，要避开下方中间的花色，杆法稍低一些。好的，弹起。角度没问题，横向蹬边库过来，
所中。第一局，王信仲胜，比分1-0。谢谢。第二局，王信仲开球。女子球员和14岁以下的男子球员呢，是3球过线。好，先来左下。这个位置，左边上方6号。薄了一点点。那么来看这杆，继续啊，王信仲，花色。右下这边有没有想法？啊，首先9号。弹起。看这个位置啊，左边。顶过来这颗呢，稍稍的有点往左边太多了，那右边可以再过渡，而且左中这里啊，6号这个位置是可以用自己花色球呢向上去借一杆。哎，看看仔细考虑啊，这球如果说你把左边中带给借开的话，那上方自己另外一颗花球还有机会进攻啊。10秒，延时。哎，来看一下这杆。接到，弹起，中带有，看角度够直呢就推过来啊，左边。再向下方看啊，带口一个10号球，而且有些角度啊，它不是特别直啊，正常从下方右边可以过来，没有问题。我用中带跟左下的底带来过渡啊，来看一下位置。好，低杆一点，中带刚好是有一个横向的高杆吃边库弹起。8号球左下，
第20，王信仲胜，比分2-0。而且是左右手啊，谢谢，非常好。第3局，朝鲁门开球。看开球。开球时机。开球时机。那么再来看一下这盘球啊，一上来两盘球都是朝鲁门的两边中带没有打进，然后呢被王新仲呢是抓住机会轻弹啊。再来看一下这杆球，首先来看一下定颜色，好，选花色。那这个位置来看一看啊，左边是刚好下方还有一颗可以进攻的12号球。对，打进之后呢，横向右边有10，可以，这个准度可以。再来10号。顺势右边14有机会 K 啊，轻 K 弹起。再来看一下上方，这个时候呢最上方的一颗活球跟左下方的要选一颗了，也就是白球要不要往上走，不需要往上走的话呢就把左下方这颗找机会打掉啊，中间两颗中带调 K8 呢，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左下的底带，这个时候打进之后带口就让出来了。好的，来回啊，右边11，左边14一点。冲低杆轻点，3局王信仲胜，谢谢，比分3-0。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第4局，王信仲开球。
先来看一下选球。三盘球啊，朝鲁门是两杆，左边和右边中带的失误，丢两分。第三局呢，又是一个开球时机的问题，王信中又来个接球，这杆呢又是炸进，十秒。单色选到啊，左边有角度啊，上方要不要 K 一下啊，带一点点中低杆。好的， K 到，非常正，能过花色吗？并没有。K 过来这颗呢，左边还是中带没得打啊，要再想办法。但这里边黑八右边还有个六，这个六号球呢，它两侧底带是没有的，所以在这个选择上还是有点局限。我再看白球，看过度，看白球，看白球，走的有点多。左中还有一颗二号，白球靠库边呢是不好下其他杆法的，只能是高杆，所以这个球要小心左上呢，不要掉带。两库，三七两颗，首先是一杆准度，同样再看这个角度，哎，比较直啊，要不要一个低杆上去顶库下？好球。再看黑八左下，右下的话，正常的三号球中杆横向蹬出来，王信中胜，比分4-0，开球清台。第五局，朝鲁门开球。这杆开球，有球进中带，白球位置也还不错。看看选球，单色在黑八附近呢，有一个小球堆啊，三四。来看花球，这盘局面还是可以的，而且这个三四并没有说都没有打，把四打掉，红三就够了。来看看选球。左边十一，好弹起，
选花色的时候就要考虑好黑八的一个交位，八号球的左下是被二号挡住的，从上往下来，八号的右下角后面可以去交位。其他球都在上方的上半台。好，左上方十号，然后呢右上方十四，在左边打来回的交替。高到低啊，这样的一个次序，最后呢用左边中带这颗啊十二号球呢往下让过中间的单色球就可以了。哎，抓了一个很轻的力量，看看角度可以啊，没问题啊，这个球呢下方球两侧底带都可以叫。关键球叫好角度，稍稍正一些，最好直接一个正常的高杆推下来就可以让过中间的这颗单色。好，轻推擦白球，朝鲁门胜，比分1-4，开球清台。第六局，王新仲开球。右边进两颗。白球这个位置也还不错，来看一下选球啊，要不要打红三，上方绕三库下来，并且同时看看左边的这个六号球的中带怎么样，不考虑就绕三库，对，绕三库。好，看位置可以，左边还是有打，没有问题。好，轻顶到，再来看左边，下方呢会有点角度向下啊，还是上方这个高杆回来。再看方向，继续啊，
蹬边库往上走，敲中带。稍稍有点轻啊，这个中带并不是一个直接打进就可以向下。没有顶好啊，这个位置。这个六还不太好打。顶上方花色呢，没有说顶特别正。哎，打到现在呢，唯一的一杆啊，这个走位上的问题。延时。关键两侧底带呢，这边都有挡。位置勾十四或者是翻底，帮进。帮进的话左边还有，看位置，有一跳，有一跳，看这杆力量掌控啊，这个六延时打的方向跟力量，力量这个位置的话六还是有一杆翻带，
白球位。先看左边十一，还有上方花色，左上角。没有薄进，六号球还有翻中带，右上方呢也有右上的一个底带的薄球，但从这位置来看的话，六号翻中，白球可以停在下方。稍大了一点点，再来看一下朝鲁门，右上角的这个底带。好准度，这样的话长台突破啊，然后呢上方两颗下来，用十一这边叫黑八，可以看看位置，左上感觉有点角度大，有点薄，不好停白球，那中带先打，低杆右塞啊，直接叫十一，力量掌控不要太大。看力量，中带，好，角度合适的话，高杆啊，弹边库起，反向左下黑八，朝鲁门胜，比分2-4。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第七局，朝鲁门开球。
欧斯诺左边中带，确认一下角度，有些反角，有下低杆。好，继续啊，右边的中带。再确认一下，有时候带点低杆，往上走一点点。力量如何？看看黑八挡多少，不够打，跳杆。没跳进，好，来看一下四号这边有点直啊，然后再往上看，上方两颗单色的左边底带后面是可以去调的，没有问题。首先来看这杆四，直接低杆回来，来看看六，右边。并且看一下这个横向的角度，有没有想我要高杆把对方的球呢顶到库边上去，增加一些对手进攻的难度。蹭到个薄边，就顶到自己花球，那这个位置就打起来，要看黄一要不要拼了，这个球。因为朝鲁门现在剩下的花色的位置都还是不错的，你一旦中带这杆拼翻，白球没控制好，上面一颗下面一颗。好，翻进，再来看左边最上一颗，够直的话低杆往回来，用二号再向下，向上角度，叫哪边？哪右边、左边？顺势高杆的话，这个杆法还不能太高，中高杆发力，一定要让开左边中带的带角。
规。来看朝鲁门，直接啊，中低杆往上走。八号下方呢，带口是够打，没问题啊。朝鲁门胜，比分3-4。第八局，王信仲开球。开球还是有球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啊，左边红三，右边14。单色，红三。左手刚好左下方这颗啊，稍稍带点中低杆，再来看黑八右边的这颗。考虑一下第一杆右塞啊，从左边绕出来，六号球那个位置是不用考虑的。好的，中带看白球位顶一下，不算好，要打二号再过渡了，因为右边底带呢14有挡，那么打二号。两中。左边一颗，右边一颗，下来黑八掉底带，角度一点点，右边中带向下就好了。不好停就绕啊，
绕三库过来，把六号一解，黑八可以打右边。薄的一颗，哟，吃到带角，这样的话黑八还有打。厚了一点点。后了一点之后呢，来看看朝冷门啊，左边是不好拼大角度，拿十四这里，要不要先去防一杆？放到这个位置，黑八应该是右边能看到啊。再看看上方的这个带口，左上，对，没挡的话有一拼，直接就可以打。停带口，那么右中，好力打进，再来啊！左下方还是比较直啊，直接带低杆往上走就好了。右上方两颗，如果能直接叫到右边边库上方的九号球啊，就基本上了。叫到最难一颗，先打掉，可以。左手。这个方向稍微的有一些正啊，直接低杆吧。谢谢。第八局朝鲁门胜，比分4-4。
第九局，超鹿门开球。开球时机，开球时机，开球时机，再有一次判负一局，而且是两次，再有一次的话将会被判负一局。来看一下王新仲啊，上来选球，右边黄一六号十一。好，打进下来，看白球位，再弹起，这个位置十四，左边中带。好的，没有问题。再来，还有一颗左边中带，继续。不打，变成了一个横向的薄球啊！这个球要小心，来回走的时候呢，碰球的位置。好，右边继续还有，看选择。直接上去左中，这个时候的话左中直接顺手位叫的话，最左边下方这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就轻轻的将中带打进，白球呢正常左手位向下一点，八号就右边中带了，非常好。刚好这个位置不需要很大力啊，中低杆打进，有一点点斜向角度，然后后一将下方的花色卷走，好球。第九局，王信仲胜，比分5-4，官方暂停十分钟，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谢谢。转眼时光的进度条，走过了25年。这25年，我们陪伴千千万万，走过春夏秋冬。牢记使命与责任，坚持精诚与担当，投入价值与创造，守护每一份信任，不负每一分期待。我们赋能实体经济，用心用力为地方实事出谋划策，保驾护航。我们扎根本土金融，全心全意为惠及民生反复斟酌，精雕细刻，我们探索便捷科技，至善至美，将数字化融入生活服务点点滴滴。我们追求改革创新，重塑金融智慧想象，从每一个细微出发，拉近新的距离。我们在意每一个需要，在打造金融服务的道路上，每一步都竭尽全力。25年时间已然给出了答案，我们期待您，请听您，服务您。我们是秦皇岛银行。
消失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天鹅酿酒集团是一家全球综合性酒类集团，在立足亚太、聚焦中国、放眼世界的全球战略引领下，以葡萄酒酿造与品牌塑造为核心理念，历经12年的探索奋进，已经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最具影响力的葡萄酒企业之一。企业获得澳大利亚优秀出口企业、中国葡萄酒市场年度价值企业等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集团董事长、澳大利亚葡萄酒烈酒协会会长李卫的悉心引领。集团旗下核心酒庄天鹅庄的荣誉从未间断，产品更是屡获国际大奖，现已成为中国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前三名的进口葡萄酒品牌，并被多个机构选为重要活动的指定用酒，更是频繁出现在国际体育赛事、文娱活动等重要活动赞助上为嘉宾助兴。天鹅集团坚持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品牌运营的全产业链直控战略，坚持深耕上游，目前在澳大利亚拥有三大酿酒基地，沿着百年葡园一路走来，在跻身世界一流酒业集团的征途中，天鹅酿酒集团秉承以匠心酿造美酒，以诚信拓展商机，以创新铸就品牌的经营理念，大踏步地向前进。开启技术风模式，开启暴力冲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振红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杆，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振红。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中式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王信仲开球。右边中袋还是有球进啊！来看一下选球，最好打的就是右边，现在有一个三号。来看其他的单色。左边还有一个组合球，好，首先选球自然推下来，下方有一个六啊，左边是可以打的，看力量如何，可以，没问题啊。这里面要想清楚，黄一阵本身呢，两球缝隙之间呢，左边是有机会可以去叫的啊，
先来看中袋这颗，低杆一点，好的，再来六，自然向上的角度。那这个时候呢，来看一下，正常推到左边弹起，上方直接可以打底带了啊。无论是右上还是左上都是可以的。哎，还是想叫中袋，顶一下包边。中袋有一传，但是传完之后呢，因为是角度有点大，所以停不住这个位置。也就是说需要再来交位。避开下方球。这个球其实选上方两颗打底带也是很 OK 的，没问题。因为你叫中袋现在这个样子，就要摆球再下来，而且要控制双位白球位二号位。五延时，对，再来。无论你是左边中袋还是左上角，还要再过渡一杆。打底带的话就是很直接，直接下第一杆左边，然后呢黑八右边中袋。太厚了。白球，看看位置。二号这边还是不好打的，黄一有漏包边。看白球啊，可不可以吃左边边库呢？往二号的正上方去放一杆啊，这个球是有这样角度的。打黄一左边包边，白球吃左边边库往右上方走。没考虑，那直接边库解球。犯规。这样的话，自由球下方这个小球堆啊，就可以去选一颗。而且本身呢，从这个方向来看啊，这个花球里边，黄一右下跟左上的是直接可以交位的。正常打，左上稍带点低杆弹起，十角度向下，用十往下叫，先把球堆中间的这三个球争取提前先解决了，尤其是黄一这个位置还稍稍有一些麻烦。中低杆往下蹬一点点，然后左下方，好，来看这个位置，反向过来再看一下底带，左边一颗，右边一颗，没问题。对，这里再看一下，黄一下方右边这颗花色的左下也是够的，没问题。顺推过来，好弹起，自然角度向下。轻推下来，十一，还是想叫九，没关系啊，再调一杆，留一个十一，自然向上，上方黑八可以调中袋。
可以走两库，这个球就要一个向上角度啊，弹起看位置没问题，正常的中杆右边边库往上弹，第十局超鲁门胜，比分5-5，谢谢。第十一局朝鲁门开球，开球上没进停带口，开球时机朝鲁门累计三次开球时机判负一局，第十一局王新仲胜，比分6-5，谢谢。第十二局王新仲开球，好，右上稍稍有点角度打进，力量比较轻，左中较到，看这位置，这盘局面也是相当好。好的，下来看白球勾一下，二号有打角度合适呢，这个球需要去用中低杆发力去吃底库往上多走点，那看方向来这个有多直，可不可以强行的发力蹬。很直啊，弹起，好，
左边一颗，但这个球呢还不是一个直线球，它是一个向上的，所以你要调红三还是调红一要想清楚。好，过来红一，看看位置，再走一点点，稍稍有点轻，左下角没有，右边。好的，来看这杆斜线的大角度啊，没有打进，看白球位置还在走。这儿的话打左下方这个带口的九号球，手架位置会有点麻烦。来看右边，首先是十四，带一些低杆，避开九号，还是顶一下。这个球顶一下之后呢，这个位置需要再来调，再来过渡，中带低杆横线，右边九号下方可以打。再走，稍稍有点角度啊，正常的中杆蹬弹起来，十号两边都可以打。下半台四颗，好的，十打进，左边再打进，留底库附近上方这颗啊向上。要擦一下，流向上，弹起，没问题啊。这个方向的话，你直接往上走也好，蹬边库都 OK 啊，这没问题，角度是足够的。中高蹬边库弹起，方向再带着低杆，右边一横左上，十二局超鲁门胜，比分6-6。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伟力，释放你的威力。第十三局朝鲁门开球，开球时机，
再次开球时机。两球，三球，没有球进。重新开球。没拼啊，很稳。第十三局，王信仲开球。开球时机，同样也是出现了开球时机。请稍等。这个时间是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审球的时间啊，因为这个时间是不算在走的时间之内的。也就是这个球员的单杆45秒出杆的时间啊，刚才是不算的。好的，右边打进，顶了一下下方单色，但这个位置会感觉到左边角度稍微有点大。先看一下左下方，好，再来看左上出杆位置呢，有一颗单色，没问题。右边缝隙下方直接14号，而且还有一点点像画面左边的角度。这个位置呢，来看看想法，正常的中高杆往左边蹬一点点，下方还有11。还是想 K， 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右边底带？啊，这个是关键。二号还是挡了一些位置。看一看啊，打进上方中带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向下刨岩石，然后左边刨进，右边这颗能不能 K 到右边带口的附近？看看位置，好，这是刚才预瞄的一个位置。主要就是左边，
然后看右边力量效果，勾一下左上方一八缝隙，还有左中，主要是左上。有打，还在苗苗这边接力，两个球都有难度。好，接力，接力看白球，横向边库还要再过来。好的，看角度，角度是关键。再来看中带六号球有没有挡带口，还是有一些角度可以向下的。你看这位置，右边中带，要先防一个十秒。有这个位置防的话，一三要看白球有没有贴库啊，不然是有跳球的机会。不安全，只能说这个距离有点远啊。跳的时候呢，因为你砸到目标球的位置不好，可能会将目标球砸出台面。扎杆，好的，是不是有一个美丽的弧线？扎杆啊，右塞扎杆，薄黑八中带，犯规。自由球。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王新仲关于左边库边这两颗球的一个处理。首先左边上方那颗应该可以直接摆啊，直接打，对，就这颗球，这颗球打完之后六号就不用管了。还是要摆一个横向的高杆 K。好的，这一下效果非常好。六号不 K 就直接叫二号。好，弹起，红三这边有。看角度。角度合适啊，中高杆往下蹬一点点。好的，左边还有，但是要看看这黄衣有多直啊，或者是有一点点向上，有点向上的话低杆横抬，右边再往左边叫啊。角度有点大，高杆顶库下来了。好，正常中杆推下方向，
直接是低杆了。局王信仲胜，比分7-6。第十四局，王信仲开球。上来选球，还需要一些中长台的进攻，啊，并不是很好打。10秒，延时。再稳一稳。好，左下方。没问题。嗯，这个位置9号。刚好从下方的单色跟花色之间可以绕出来啊，正常推一点点的右塞，然后同样可以打右边的底带。好的，方向继续向下，这个位置来看一下想法，右边还有一个11啊，如果想叫的稍微直一点的话，这杆打底带要一些左塞的高杆。好的，有。那这样的话，打11叫下方的这个库边球就会稍微好一点啊，白球更好控制。尽量的往右边边库附近走，然后呢，下低杆再往上叫。最上方还有花色，可以打左边的带口。嗯，简单交位，正常带点中低杆，弹起，然后左中，然后上去，右中下来。好准度。再来带点低杆往上走，来看看方向啊，不好叫中的话，下方底带也是没问题的，下方底带有。
第14局，朝鲁门胜，比分7-7。第15局，朝鲁门开球。很明显啊，这杆开球的力量有所增加，但是进球还是个问题。右边打进，再来看左边中袋，还有左上还有一个袋口。这里左下方的位置呢会稍稍有些麻烦，就在于黄乙挡了三颗球。直接下来十号看一下，再考虑一个吃库杰利的位置，单下没问题，但是你打完之后呢还有两颗，只有后一可以让，所以这球可以考虑打薄点啊，吃底库往上一弹，然后白球顺势呢从左边缝隙可以往上走，最上方还有个11。看看蹭一点点包边啊，好的，那这样的话下方又解出来一颗球，但是目前这个球形打到这儿的话，你用上方球叫黑八还是有些麻烦啊。来看这颗要不要再接，好，再接一杆，好球，继续左边9号发力，好，看方向合适就往左边推，黑八右边够，左边也够，不好打，下中低杆回来左下，看这位置，谢谢。第15局，王信仲胜，比分8-7。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9球杆更具准度，
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三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杆恭喜和中式台球。第十六局，王信仲开球。开球时机，王信仲第二次开球时机，再有一次判负一局。王信仲也是两次的开球时机了。在后面的开球要在力量的控制上要小心一些，累计三次呢将会被判负一局。好，看这个局面，整体来看还可以，尤其白球这个位置呢，右边有石啊，左上有花色带口，这是没问题的。马甲小心别碰球。好的，再来看右边十号球，下方有十一可以衔接。十秒，比赛时间已过半。好，左边再来，右边继续。白球轻轻敲，这个位置来看一下，九号十四右下可以立点杆尾的话，右上方走一点点用低杆。好的，下方底带有顶一下，看这杆啊，角度稍微有点大。
双手先来防一杆，打下来一颗白球，能用上方的单侧贴一杆。右上方啊，走这个下方的二五之间一个缝隙，黑八有机会可以解禁。这个球呢，不要往右边带角附近打太多，往左边稍微多一点点。右侧旋转用一些。这个位置啊，再来看看王新仲啊。再来看，顶库下来解啊，这个位置四号还是有些影响到了这个线路啊，就是进球点的一个位置。犯规，犯规之后呢，来看这个位置，上方直接接力，对，中带上方这颗啊，直接可以接力，借走之后呢，自己进攻的压力也会小一些，而且借走之后呢，下方的四也可以打，红三那个位置是可以不用去管的，后一减掉。白球，这个位置还是不好。再来一杆尾，继续防一杆。看黄一还在走，没想进啊。要跳，要跳，好，看这杆翻还是薄。左中，左中，哟，漂亮！谢谢。第十八局，超鲁门胜，比分8-8。
第十七局，朝鲁门开球。开球时机，朝鲁门第五次开球时机，再有一次判负一局。再次的开球时机，请稍等，第五次，每累计三次判负一局。双方现在开球都有危险。王新仲这边呢是两次开球时机啊，也是再有一次将会被判负一局。好，左边打进。中带还有，然后反向的中带还有，下方四这边底带是没问题的。这盘局面是相当不错。好，点进，然后右边，看位置，角度有多少？比较直，往右边推一点点，四号可以直接叫到。好的，看方向。够直，继续往下推，然后左边七，右边三。哟，哇，这球啊，强行蹬了一杆啊，但是打带角，不过运气还不错啊，弹到了左边的带口里。再来中低杆。七号还有，那这个位置，来看看想法。好，弹起。好，左边底带比较直啊，中带角度有点大。感觉关键球稍稍的有点手软啊，没太敢发力。好，来看一下左上。哎，哇，这个球。也是发力没有打进，八号球的左上还有薄。第十七局，王新仲胜，比分9-8，谢谢。
十八局，王兴仲开球。哎，白球过线。开球时机，王兴仲累计三次开球时机判负一局，第十八局朝鲁门胜，比分9-9。啊，也是三次。开球时机。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转眼时光的进度条，走过了25年。这25年，我们陪伴千千万万，走过春夏秋冬，牢记使命与责任，坚持精诚与担当，投入价值与创造，守护每一份信任，不负每一分期待。我们赋能实体经济，用心用力为地方时事出谋划策，保驾护航。我们扎根本土金融，全心全意为惠及民生反复斟酌，精雕细刻。我们探索便捷科技，至善至美，将数字化融入生活服务点点滴滴。我们追求改革创新，重塑金融智慧想象，从每一个细微出发，拉近新的距离。我们在意每一个需要，在打造金融服务的道路上，每一步都竭尽全力。25年时间，已然给出了答案。我们期待您，倾听您，服务您。我们是秦皇岛银行。Thank you.
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9局，超鲁门开球。好的，双方两个阶段打成了一个9-9平，而且都有开球时机送给对方分数，并且目前超鲁门啊又是。有两次累计的开球时机在身，所以说开球上一定要尽量的大力。先后自由球。先后自由。好，来看选球，中间位置的单色还是比较好打啊。2号球下来3，再往下看的话，右边有个单色，黑八右边的这颗呢，下方左下的底带感觉并没有被挡住。来看看花球，花 C 上手的话没有一个直接很好打的中带啊，要打的话也是一个接力红三，所以左边直接4。10秒。中带借走，16的左中就都有了，并且这里边可以打来回啊，比如说某一颗球，比如。黄一啊，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带口可以去打，他可以打上方的底带没有问题。首先直接直取右下，弹起看左边这颗啊，没有看啊，直接就是3。对，左下这颗还是有的，没问题。稍稍带点低杆，看看位置。看看位置，这里边黑八左下角没有，所以这里带口选择要注意，留哪颗球？好，点进，再来，轻轻一推，2号弹起，留黄一往左边，最好是一点点向下。这样的话，黑八就可以交右边的带口了。好，稍稍的往下蹬一点点，没问题。19局，王鑫仲胜，比分10-9。
第20局，王新仲开球。没有球下，比赛是抢13。右上，单色。好的，点进啊！来看左下方，2号球有下。稍稍的用中高杆往下蹬一点点，黄衣右边也有，这个时候黄衣争取较直，较直的话这个位置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白球往下推，可以去叫黑八左下方这颗7号球，虽然说后面能用红三调，这个位置是一个顺推位。顶一下，杆法有点低。下方球先来看一下缝隙里啊，黄衣这边角度会有点大，89之间红三。10秒。好的，这时候来看打4向上，7号球一条。对，再看角度啊，如果调一个还是高杆向下的角度呢，在打这个7的时候就可以从底库往右上方啊连 K 球6号啊，带叫这个黄衣。好，向下角度啊。K 还是较位呢，主要看你这个左塞的一个大小。正常的高杆。好，带到。带到之后呢，下方这个6会反角有点大，需要准度。延时。关键一杆，带第一杆打，可以。8号下方两边都有，右边是开放位啊，这个位置。如果说第一杆够低啊，右塞有顶库，右边中带上方吃库下来。这杆球呢，因为两个球离的距离比较近，而且角度不是特别大，就第一杆不要太低，第一杆太低右塞多。就容易走11跟上方花色的缝隙。对，右塞。好，谢谢。第20局朝鲁门胜，比分10-10。
第二十一局，朝鲁门开球。右上方，好的打进，看位置。上方的两颗单色之间的右上还有一颗。目前，都看中袋，看白球，下方球很多。打了个底袋，那这球。准度差了一点点，那这个位置来看一下朝鲁门。下方的这个四号跟黄一之间形成的角度呢，也不是一个自然角。看朝鲁门的想法吧，这个玩球。防守的话可以往一四的下方去做防守，打上方红三的薄边。要拼吗？十秒，延时。对，还是包边啊。然后看白球，吃边库往下，一四位置，角度蹭了一点点啊，但是这个力量还比较轻。我们来看这个位置，正上方是直接打不到。然后看解球，好，解到，看效果。并不是一个直接对着袋口的组合球啊，所以说想要打进的话，还要做一些修正，比如说打一些反向的摩擦。好，它本身对着的是一个袋角的位置，但是我们通过一些两球之间相贴的一些齿轮效应，所以说可以打一些反向的进球点位，就是不是原有的进球点位就可以打进，前提是这个角度对着袋口不要歪太多。还想打二，打二刚好顺推啊，所以这时候就在考虑左下方要往下走，下方还有四，把四再打进上去，用二号打中袋的时候呢，可以轻轻一推，白球一 K。那这里边就首先需要一个底库的库边球准度。
进，没打进。来看一下花色，十四、十号，中间啊，与单色球互相有点制约的那颗球肯定是不会动了，因为是后一，我可以剪掉，我只要打其他球就可以了。稍带点低杆，横台，左上角。这个力量其实这种出杆的感觉是王新仲比较熟悉的一种出杆的感觉，前面有些打底带的黑八一个轻推的方式呢，倒不是很习惯吧，而尤其是关键球，哎，上来再一 K， 这杆来看一下十和右上的一个薄球，选一颗打左边时呢，需要下一个很强的高杆，右塞呢左边右边上去才可以，并且同时看看两库上边 K 到那颗的左中是什么情况。还是没进。中带吃了一点点带脚啊，这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左上方底带有机会，准度。再来看白球有点靠库，所以说这个角度还有点大，你打进上方花球肯定是弹顶库下来的，八号球是不好打。我现在这个位置又不好用杆法，要接力吗？轻轻接一点黑八上方的薄边，还是要立杆尾。十秒，延时。挡带口，中带有打，而且这两边中带比较多。尤其是右边的这个中带，包括上方的红三，都有机会可以去把黑八带出来。现在这个三号球不行，稍稍有点直，最好是一个类似于现在右边中带啊去打红三这样的一个角度，用低杆去刮，刮好了都可以将黑八传进带口的这个花球停带口。三打进，那么来看吧，这个位置打右下角，然后左中，然后右中上去，上去的时候呢，看是不是有一个正常交位，比如叫小面，然后黑八就打左边好了，也不要想太多，就叫到一个很舒服的位置，这个八号球打左边，
打左边，右边中单要留角度啊，角度。没有去管，那就上方看看有没有机会双下，并没有。帮进之后，这个位置时间掉，黑八你不好打，但是这个位置要看看王钦仲的想法。比如说正常横向勾，黑八还可以尽量的勾到带口附近。另外一种呢，就是我把白球往上放，但是往上放如果偏左一点点就容易被反坐。有这个位置八可能还不够了。八号不够的话，下方二号这个位置朝鲁门就可以稍稍的放松一点了，把八号打一个很好的位置。哎，看看打进五号右上角有下正常打，感觉这个黑八的右边应该是有挡一部分啊，那这球还确实是有点难度，不好打。就算是扎杆过去，这个线路还是有难度的。正常打可能还有点薄啊。十秒。一点点左塞。四、三。第二十一局，王钦仲胜，比分十一比十。第二十二局，王钦仲开球。中带再次进球。白球右上啊，左边有中带，一花一拳，啊，这盘的单色相当好，下方一七二三六啊，这位置，首先四号球，弹过来。看二左下角这杆长台呢，自然推弹起之后呢，右边有底带，左边有中带，上方右边还有中带，非常好的一个衔接的点位，还是发力再绕，看白球轻轻一蹭，
左中，然后右边两颗。稍带点低杆，好的，看这个位置，横向还有，继续中带，然后在左边，然后看角度，黄鱼还有点直啊，直接往下蹬一点点。好的，右边直接一个底带的前接，八号打进，先到赛点。22局，王兴仲胜，比分12-10，开球清台。23局，朝鲁门开球。必须大力开，因为前面已经是5次的开球时机，前3次已经是判负一局了，每累计3次判负一局，所以说必须打力。我们扎进来看一下，右上花球，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花色啊，这盘花球位置还是相当不错的。首先可以考虑啊，把这个右上方打进，然后推一点点左侧高杆，先叫到缝隙里边，把左边带口那个给先打，哎，蹭到包边，再过来看位置怎么样。9号这边还有打，哎，上方带口打完之后呢，这个11在左上也是没问题的。好的，稍微侧身啊，下一点点右三，中低杆轻轻打，右边直接过来。就是一，好的，角度向下，来看下方这个位置啊。如果调到中间这个12号底带是最好的，然后呢，比较直打进，再用14向下，直接一步到位叫10。再弹，好的，看位置，12号球感觉不是一个直线，看看要换14，那需要下去再上来，左下有，中低杆左塞蹬两库往上叫过中线，对。推了个一库，这样的话完全凭力度去掌控的话还是有点过头啊，还能打
承担。再轻推，再弹起，右边。谢谢。第23局，超鲁门胜，比分11-12，开球清台。第24局，王新仲开球。先来看一下血颜色，10号打进左下，然后左中，现在这个方向呢，左上左中，9号这里是不用去考虑的。这个位置来看14，啊，需要准度的一杆。而且看白球想法，你往上一点还是往回一点？中间还有一颗，红三上方的花色。对，手架小心。没有问题，再来继续，对，再带点低杆直接上去，然后打11下来，好看这个位置，好的，好，首先恭喜孟子队的少年队球员王新仲获得这场比赛胜利。曹鲁门这边也是惜败啊，差2分。这场比赛呢也是在双败的头一轮啊，所以说曹鲁门并没有被淘汰。那么今天比赛双方也是奉献了一场很精彩的比赛，非常好看。好，今天 TVN 一号台的直播呢就全部结束了。那么我们还是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再见各位。
我也紧张，你别怕。什么问题呀？说呀。等一下，等他让我说再说。现在说呀。等一下，等一下，我让你说你再说啊。好，先简单评价一下你自己这几场比赛的发挥吧。发挥的，先期发挥的比较好。往后打打，就不太稳定了。不太稳定，是紧张吗？不是。那是怎样一个情况呢？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就是有点发挥的有点不稳，是吗？是。那你是觉得打总决赛和打普通的比赛，感觉有什么区别呀？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会更紧张吗？不会。也不会是吗？对。看来比较淡定是吧？是。那第三个问题啊，你是目前参加总决赛最小的选手，你知道吧？知道。那你面对这些年纪比你大的选手，你会有压力吗？不会。不会。嗯。那你如果觉得如果自己没有打好，那你会不会难过呀？还行吧，不会太难过。不会太难过。那你要是没打好，你会怎么办呢？心里调整调整，调整自己，然后呢，再不断的锻炼自己吗？对。行，好的。那你这次来总决赛有什么目标吗？带着什么目标来的呀？希望得到怎样的成绩呀？希望得到冠军。想得到冠军。那你要是得到冠军之后拿到了我们这个奖金，那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啥呀？去旅游。去旅游，想去哪儿旅游呀？去国外。去国外是吗？嗯。你有特别想去的国家吗？不知道。还不知道呢。行，好的，谢谢你今天的采访。好。